我刚刚就在180吃完东西，给我发现了一间店。哒哒 ，Vero， 我没有想过他们在180开了新分店哎。它就在哦，Family Mart 跟 99 的这一排，这一间哦，就是之前我买跑步机给他看的那一个品牌来的。走，我们继续看有什么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们这间店是新开的是吗？对，新开的。哦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买你们的跑步机。然后我现在看到哇，这样都有跑步机，有按摩椅耶！啊，是的，有时候我们这一边呢，这个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0点半嘛啊，开到晚上9点，开到那么晚呢，是因为让那些人放工过后啊，他们身体比较累嘛，他们也就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来试。哦，你们这边可以是半个钟以上的吗？可以是，你一整天都没有问题。真的吗？啊，先给你做个小足贴。OK。啊，戴上那个手套。做按摩椅大致上分两种啊。一种呢，它是用并且按摩的，它那个功能是不能走上走下的。然后那种有轨道的呢，它就按摩手法会比较多，比如讲拍打、震动啊。你们的按摩椅颜色也是很五颜六色一些啊。啊，都是有的选的，有浅的，有淡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塑身腰带哦。哦，就是我一边跑，然后这个塑身腰带就落上去。那这样太危险了，你一个人在上面跑，一个人在啊。哦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平时卖4000多，现在是开到来是2000多罢了。哦，2000多啊！对，有做 promotion， 这个你们可以来 try， 2000多罢了。这个哑铃呢，你要一边跑的时候一边拿着咯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奖状啊！啊，有2018年有拿到这个。哇，金牛奖！最重要的是那个第4奖那个2018年的大马跑健品牌奖了。听说他们有镇店之宝。啊。哦，工作一整天啊，累积在身体上面那些精神毒素啊，就是会让你比较劳累的那些分子啊，给你消掉了，用这个负离子感受一下，会。哇，颜色啊会比较适合很多人家里的那些装修设计。我躺下去之后，我觉得我整个好像睡下去那感觉。你现在做的这一张呢，它是有用这个轨道的，有轨道的按摩椅啊，它有拍打、有震动这些功能。说 auto body scanning， 它会 scan 我们颈在哪里。说它停在我们的颈那边，它就不会再上了。因为我一下来，我觉得按摩椅就是有时候会很痛，它不懂要什么力道，但是这个很舒服一下嘞。它真的是很温柔，很温柔，然后就是很舒服那种。柔乐它有分2D、3D， 就是定点滚轮的话呢，他们是用 2D 罢了的，他们没有用3D。3D 的话就是它的那个轮子会有轨道，然后会跟着我们的脊椎骨在走。对于那种时常有去做按摩啦，然后有驼背的啦，很有帮助。它这边呢是有12种按摩模式的，像 Master 是按摩全身，然后 Queen 呢是按摩下半身的 ，Slim 的话是什么啊？啊，专按那个臀部咯，有那种屁股的感觉。这个就是调节那个整个按摩椅的倾斜度 ，Heat 是发出热咯，然后 Foot Roller 就是按脚的。然后有一个特别要讲的，就是这个 Nine 这家按摩椅的重点功能就是负离子，它在旁边哦，这边是有两个咚咚的东西，它有一个声音的，就好像喷射一些气体出来，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去平衡掉范围的负离子。哦哟哟，哇，我的滚轮很温柔，就有点痒痒这样。哦，你是说脚板？脚板，啊 ，get 我了。吓到我，真的是吓到我，真的是吓到我，我真的有一秒是进去了。起来咯，反正如果你想要穿按摩椅或者是跑步机，你们可以来到1180的这间 Zero 店，很美、很新，还有很漂亮。重点他们现在在做 promotion， 像是这一台 Zigzag Bike 哦，在12月22号到26号哦，没有 minimum spending 490块就可以买到它了。但是你一定要来 showroom， 在哪里呢？就是1180的这一间 showroom， 你就可以带它回家了。如果 promotion 期间买这一台 Uber 按摩椅的话呢，就会送。这一台跑步机也是只限来到1180的这个店才有的。影片看到这边的你，我想跟你们讲个好消息，就是我跟 Zero 要来送礼物给你们俩。我要送出10份小礼物跟1份大奖，那份大奖就是总值3000块的跑步机，所以快点去参加啦。首先呢，就是要 follow 我的 page， follow Zero 的 page， 然后 like 跟 share 这影片出去，然后带两个朋友再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。所以记得参加，然后记得来1180 Zero 分店啊，去试坐他们的按摩椅，试跑他们的跑步机，很爽的啊。